我的名字叫 Stephanie， 我叫陈佳辉，子晴 ，Subi， 我叫 Whisky， 英川 ，Penny， Crystalline， Fanny， 我叫 Darren， Annie On， Jill， Fanny， 慧萍 ，Gennis， 我是 Yumi， 是什么？叫 June， 周某旭。欢乐啊，开心啊！太难得了，我觉得真的是太难得了。一首歌里面可以录取到自己的声音，哎，就是很开心，自己的歌声可以在这一首歌里面哦。因为这个是我小时候的梦想。哇，原来做微商还是可以有一个可以圆歌星的梦，这样子可以有一个体验这样子。其实我进去之前我很紧张，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唱歌的一个白痴来的。我一开始会觉得很紧张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怕就是因为我的歌让到那首歌 spoil 掉了。虽然我唱到不是很好，但是我尽力，把我最好的那一面唱出来。在录影棚唱歌是很残酷的，你觉得你唱歌很好听，可是在录影棚当下听到不一样的哦，你的声音。感觉到自己有唱到不好听啊，可是大家都讲好听啊。里面那一些词呢都是我们自己填的嘛，就是你要打红那个产品，你可能会研发一首歌去给那个产品红，可是这一首歌是属于我们公司的，给人家觉得哇，原来微商也可以有自己的歌曲，微商的也可以做到那么大那么红。老板娘发给我这个歌的时候就唱到很有感触，对，我看就哭了。因为我觉得整个歌词里面讲着我们一路走来的那些感受，所以虽然是说三年不长不短，但是我们陪公司熬过来了，所以真的唱这首歌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有感触，觉得公司很不容易。用爱扶持，用爱感化，就算平凡也能白手起家，这是我们公司的口号。所以当他放进歌词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要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精神哦。我会 feel 到 XMIGAMI 是用爱来去带领你这个人，就是他完全是以你的自己的心态去打开那个心，用爱来做事，然后用感恩的心来做人，这是我到现在都一直记得的。就是每一个加入进来的代理都不容易，包括我自己本身，所以每一个加入我的团队的代理，我都也一样会用爱扶持。真的是只要你愿意跟上来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愿意去扶持的。就是我很相信这一句话，就是就算平凡也能让我们在这里能够白手起家。在这个事业里面呢，我们不需要我们的人或者我们的代理很有学历才加入，不是你要很有钱呢、啊，还是很什么很厉害才能把一份事业做起来，还是怎么样呢？真的就是真的平平凡凡了、哦、就可以做上来。你付出多少你就会得到多少，没有东西是不可能的。一心向前，义无反顾，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相信一个字，你拼命你才能出众。所以这一句我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，就算前面很不容易都好，我觉得那个鼓勇气跟那个坚持是很难得的。所以坚持到底永不放弃，就是我一直以来正在做的东西。原来微商真的是可以改变我们生活，除了感恩还是感恩吧。加入 XMIGAMI 过后啦，可以说是我人生中后半辈子的一个人生最大的转折点啦。这个平台真的是让我可以唤醒我的梦，让我在这里可以实现我的梦想，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伟大了。我很谢谢老板娘，她创造了这一个那么棒的一个平台。我尝试太多，人生的第一次就是在这里完成的，所以我真的很感谢。觉得老板娘管理的真的是很好，因为管理真的不容易的。他真的是很无私，他知道怎么样对待你好，就觉得他真的很不简单哦。想对他讲，真的谢谢他，做了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个平台。我一定会承诺，就是陪公司一起成长。我不敢讲说我是唯一一个最信任他的人，可是我真的想讲，我是一辈子都相信他的人。一心想这一个 XMIGAMI 有多少年，我就陪伴多少年。
不管公司做什么样的决定，我都会是团队中的一份子。然后学习如果没有放弃的话，我是不会走的。有 S Megami 就有我 Crystal 啦。或许现在只是60、70、80、90很多人懂，可是我觉得没有关系。接下来呢，我会让00后更多的人去知道 S Megami 这个品牌。如果没有遇到我的老大，我也不可能会有这样的今天。我一定会一直跟你陪你走下去。